前内阁资政李光耀91岁生日，国人通过社交媒体线上祝福。今天是前内阁资政李光耀91岁的生日。那来自各行各业的国人连日来通过社交媒体向这位建国之父献上诚挚的和温馨的祝福。率先发起通过网络为李光耀庆生的本地女设计师陆思如，在网上发布她用五彩纸屑拼出李光耀肖像的现场创作。其他国人也通过各种独具匠心的艺术创作和视频向李光耀传达生日祝语。 This cake is from Woodlands residents as well as grassroots leaders. 三八旺集选区议员李玉云连同区内的居民一起祝贺李光耀生日快乐，而李光耀也向线上祝福的网民致谢。好，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我是董素华，我是林启源，我们明天见。